女人浪费。哎，不是浪费啊。郭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我就觉得吧，您知道我们女人可不好惹，是吧？我怎么就得知道呢？对不对，姐妹们？哎，这我说，我说我呢，我怎么就得知道呢？那我们表现给你看啊。好啊。我们女生吧，嗯，穿的像穿你们男人衣服叫帅气。对。伤心流眼泪叫柔弱。对。我们女人打男人是撒娇。哦。爱发脾气，嗯，是可爱。对呀、啊。男人发脾气是什么？嗯，可恶。哦。可恶，嗯，我认为你们观点完全是错的。好、哦，完全错误啊、哦！听我一一道来。好极了，你说你们女人又漂亮又美好，嗯，可是谁能经得起容颜的衰老？哦、你说你们女人又娇小又可爱，可是谁能经得起青春不在？哦、你们女人的光景啊，就那么三五年，我们男人呢，越成熟越有男人味儿。对不对？对、嗯，你们男人经常自己偷。想好再说，不着急。啊，你们男人经常自己偷瞄你们自己的脚步经过。郭老师，你有这种情况吗？没有。台下的那个姐妹们，你们是不是有同感？他们男人是不是经常偷藏小金库？那你们就当姐说这是不是？你们男人为我们花，你们男人为我们不。哎呀，想好了再说啊，想好了再说啊。不好意思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点说，慢点说，慢点跟我说啊，慢点说，慢点说啊，哎。你们慢点说。嗯，一句句说、你们男人能做的事情，我们女人也能做、啊。你们男人工作压力大，我们女人工作压力也很大呀。嗯。而且下班回家还要为你们男人洗衣服做饭，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？他说男人在乎钱，对吧、嗯、我觉得这观点太不对了。有一个成语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啊？有成语啊，有成语，金屋藏娇。嗯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汉武帝的时候、嗯、要用这个金屋把阿娇给装起来、正是为了让我们所爱的女人更幸福，生活得更优雅，过得更安稳，所以我们这些男人会努力工作挣钱，对不对？